我现在登场的是三无虚发的选秀状元，球衣编号八号小烈朱云豪。试着进攻机会，直接切分给吴岱豪，进攻时间还有十秒钟。朱云豪的集体跳投两分有。朱云豪。对，他是有那个以为走底线想给小球，这边也发生了失误，球还在工程师这边，篮底下吴岱豪，看看朱云豪的把握度，哇，我们的状元跳出来了，选秀状元朱云豪把握住这个三分空档，应该直接高掉，把球开到外面再塞给辛巴，朱云豪的空档机会，三分球，状元在第四节连进两颗三分，越来越有空间感哦。对，昨天他的第一个 field goal 到第四节才出现的，今天第一节就有了。一回切传，外面的机会在小烈的手上。高国豪跟朱云豪推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空中得分了。是，钢铁人这边攻解相当快，不过陈友并没有要到犯规。对，他的防守还是要注意好。好，那在罚球线前面一步轻松拿下两分。工程师在这个点上并没有刻意的去阻止他进攻，因为上一场就是说昨天梦想家的之前就跟钢铁人打的时候是守二十守得很好，因为他也得32分了。休息。啊，刚才提到他昨天打完比赛的时候脚是有点伤的。哦，底角的朱雨浩。速度想要去过辛巴，不过辛巴还有他的高度去干扰，就是周翔的一个进攻。哦，好球，朱云豪。对，持续发烫啊！这是他在 Plus League 的单场得分新高了。这球的高国豪在前一场竞赛结束之后复出，其实表现也非常出色。小烈直接投一个大号三分球，哈哈，来到桃园这个他熟悉的地方，直接空心破网，而且刚刚再度持球。再有一波进攻机会，给小烈再投一颗，也是朱云豪往禁区掉，有这两次要找贝索比奇都发生了失误，因为刚刚碰碰前面是辛巴，所以一定要掉这个比较高弧度的球啊！哇，朱云豪投出星星的小烈状元，哇，单节第三颗，而且篮板的优势就回到领航员这边了。朱云豪一个侧垫步的出手，再来一个三分球，哈哈，投出信心了。第一节完全是 on fire 啊，表现一样。那的确今天在第一节打得非常出色。又是朱云豪持球，后射步来投一个三分球，哈哈。单节五颗三分球，15分进账的是今年选秀状元朱云豪。哇！也在小烈交给法师。朱云豪切进来，然后蓝光另外一边摆进两分，这场比赛啊第一个两分的 field goal， 所以在外围破区域也好，以及盯人也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稳定的射手去做投篮。像云豪这个球，能不能够配到云豪这个地方？来，回到阵地战，两步拉上来，冠达又被盖掉。哇，这一球也是非常的可惜哦。哇，哎，这个球还进，而且是一个 N1。是哇，这一球，朱云豪都快进。依旧是区域防守，来面对四十五度角出手的朱云豪三分。那他都有双位数的演出。朱云豪，哦哦。这球是抛得相当潇洒，有信心。这几张今天呢，像是高国豪、宋宇轩、朱云豪，甚至田浩、林明义，都打得不错。是。切入到禁区，朱云豪得分，这是有难度的。是我们的。这边是有杨新志对辛巴做第一线的看法。辛巴落到禁区里面，小烈没有问题，再来一颗。
哦，今天虽然是在焦土战呢，就是说所谓的肢体碰撞慢慢变多了。走运球之后接到篮底下的是小烈朱云豪，下落了。不定，小烈的出手机会三分有，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三颗三分球，延续上一场比赛。延续上半场的优异手感，连续好几场得分超过20分，这个篮板直接落在辛巴手上，对，没有下球，到了小烈的快攻，两个传球都非常迅速，辛巴又一个斜线传球，小烈再尝试一个，有了吧，还是手辛巴这边先开进，终于没拖进，损失的机会，球送到小烈的手上，三分外线开火，朱云豪三连胜期间的第四节，辛巴在场上就是工程师发挥的最大时刻，再给小烈，今天外线也很准啊，好，工程师现在就是一领，朱云豪得五，这个球很漂亮，感觉球要掉，高国豪，李晓，肖春义选择中距离出手，没有，小烈跳进来了。哇，今天也是朱云豪的代表作。嗯，法师要来当 X 因子，真的是最贴切不过啊，因为他就是最无法预期的那个人。哇，朱云豪不认同啊，朱云豪他还觉得说，我也只能是一个扮演是射手的一个角色，跟裁判互动，这也是一个艺术啊。还找不到机会，五秒钟，朱云豪的大三分球，哇，空心怒啊！这个篮板再度喷烟了，对，双方比数咬得很紧，48-47，主场的工程师一分领先。朱云豪再投一颗，直接在杨敬敏的面前飙进这个大号三分球。哇，我们接下去还是要感进攻他。朱云豪换成右边投射，再来一颗，第二节的第三颗三分球。我刚刚已经讲过会连进啊，真的。再转，那怎么样在第四节利用到 Q 这个点，然后把这个胜利的一个模式把它带到第四节？哇，小烈这边要单打杨敬敏吗？接到篮底下，朱云豪选秀状元吃掉了新北国王的士官长。哇，下滑之后在三分线出手，命中率也是偏低。我刚刚上半场提到，你必须要给射手信心哦。哇，朱云豪，我的天哪，这你敢信？打出了一波高潮。篮底下杨敬敏，这球被辛巴挡了下来。啊，这个阿敏可能想要一个净算。朱云豪拉杆之后再反击这两分，又是一个 N1 净算加罚。这是第一年打职业篮球的选手吗？为了三分线，在这场球还没有特别的发挥哦。朱云豪，哈哈，当对手追上来的时候，投到篮板都喷烟了。因为失灵是。朱云豪三分外线两大步的距离，哇，非常有自信啊！他在系列赛的第七个三分球。过了第一线插板没有？对，这球朱云豪守人成功。小烈，哦，这个插板有了。哎，他越打越有信心。所以今天第四节他上场时间可能会比较多。会，所以现在让他休息一下。对，好球啊，小烈！哇，我反而今天小烈你打得跟洋将一样。